要装嫩的。算呀，算，可以。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，吃很饱。有，也吃很饱。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你有饱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跟我说饱啊？我要报个数给你看。再报啊。报不及啊。我们也会啊，小胡，报数，妹妹报数，不是啊，我叫你报一二的就好了，不用真的像那个人一样跑去报那个数，知道？你要报一下，给你报一个。无花果，无花狗，无花的狗，一个，频道主持人我啦。好可爱，小猪吗？他要吃妹妹了。他就说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别人在录的。你看他还想喝奶奶，找奶奶，找奶奶，吸到了吗？好可爱哟。好，妈咪你来看看，很可爱。疗愈的，拜拜。然后得进去点，看，你看是试试看进去买甜甜圈，好快。这个是便当的，这是卖便当的哦。甜甜圈在更下面。甜甜圈。哎，这是我们学校有的，它是有毒物质哦。是啊。啊，这是那个乳妇他们吃的叫什么？恶魔种那个果实，树番茄，恶魔果实啊，是番茄。这一间我哥说是最好吃的奋起湖便当。有点仙人掌的 feel。仙人掌流，仙人掌肿瘤。哎，为什么带塑胶袋？这是小黑吃的鱼啦。是啊，他想要带鱼。没有嘞，完全没有。怎么那么强？因为你们常上武林农场，都习惯了三轮。因为前面车子太慢了。哦，还在路。要把它往左下一点，变动花了。好来，这里这样，这样面光 OK。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路上。好，那就继续走，走是最棒的选择。阿妈厉害了，阿妈可以拐杖。这里连 seven 都有，就是把冰淇淋把布包在那个皮春卷皮里面。茶叶蛋，这里。茶叶蛋。是茶叶蛋。奋起湖大饭店。哇，是它是这里最豪华的饭店，不是？奋起湖大饭店。奋起湖。哇，你看，你有看过？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小娇娇。这个是宫保娇。会辣吗？会。这超级辣。这个类似墨西哥的。甜吗？你怎么有虎牙？上次都没有注意看，这现在也看到。抽阿姨，抽！哇，阿姨姐，我们以前抽过阿姨姐，对啊，抽在我手上。这边有盛产阿姨姐。对啊，很热没？我就说会热啊。脱衣服，看阿妈脱衣服。你干嘛对着自己？啊？干嘛？我现在这条路我自己，我是猪脚。D
叮当，大家不要带，大要不要放我包包？要不要放我包包？这样子可以保暖。哇，这样好可爱哦！保暖肚子。哎呀，老老街啊！老老街，老老街在下面。还有在下面的。老老街是没有什么人。没有人的。我想问老老街是要十几年人来做这条，不是大条的。啊！啊，人较济啊！这条人较济啊！啊！这家的山泉水豆腐也不错，是哦。山泉豆水豆腐，我们现在吃豆腐干嘛？你说晚餐来这里？晚餐吃便当，对。等等，那我会下去啊。好了，安全工作都上得去。这家甜甜圈是很臭屁吗？还是假？对，很好吃。要走多远？走下去大概50公尺左右。50公尺，好走。我们先走。等一下跟他们一起走。那他们小的从这里上吗？叫他们在这边等。那他们小的在这边等。对啊，我跟他讲。他们小啊，但是他们不想要这个点啊，所以我在这边等他好了。好好好。等一下我们从这边上去，然后等你嘛。那你不下去啊？那你自己去啊，来跟你好了。不要。不要。啊，这是过后给你，不要。不要。我就这样直接拍就好了。对啊。已经在录了吗？对对对对。我要拿10个订的。好，你来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帮你找电话号码。好。143。跟你说200。 Thank you.
再上场。好，谢谢。还好他们没有跟我下来，要不然走上来一定会骂我。帮大家清一下，总共有十个是吗？那其实总共有二十。有没有看到？在哪里呀、啊？你看，你看到、啊、这就感觉不是圆的啊，没，几乎每一根这边都是，它其实不是圆的，但它其实有点四方，有没有？你摸就晓得了。来，摸一次，来，摸一次罚五百啊。以后那根会特别亮啊。有没有看到？用手，你看这个就很明显被大家摸成方的，他们是圆的，被大家摸成方的。是啊。有那我们还是按规定的按。习惯的，在这边再来一张吧。来，三二，再一张。好，换的位置。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在两个对方。啊，这一道三三闪电之前会停掉。我记得以前来奋起湖就是带那条街走一次，火车站看一看。然后看一下四方族，然后吃着铁路便当，就可以回那个往阿里山行动了。三、二，再一张，可爱，好可爱，走。你们快点。好，爸爸怎样？进来。慢慢走又没关系。哎、欸，狗嘞！哇，不要去碰啊！他们在睡觉，不要吵他，我请过来完蛋了。哦，讲话那么大声，你都吵了。是有你的事吗？我要讲解这是狗啊，不像前面的人一直说去喝咖啡就一直走。各位旅客，我们奋起湖已经逛完了，恭喜各位。耶、yeah! ！我们等一下去喝个咖啡，买了便当。就掰了。哦、你们觉得你们肚子饿了吗？饿了。啊？坐这里哈。你们要坐这里啊？什么？自己点。我要坐那边。一二，我一个人泡乌龙茶是就可以了。一个人泡乌龙茶。对啊，热的。热的，热的。对。那你们有意见吗？不能，他先是等泡乌龙茶，然后再去瓦斯炉加热啦。我不要时代加热。好像有点呕的感觉哦。泡时代看。等泡乌龙。等
冷泡乌龙，不是热的。是冷的。哈哈哈哈哈。阿里山红茶。我的。甜甜圈吗？算客用的蒜吗？有没有要吃甜甜圈？有。冯老师的大蒜。这边的角落，吃饱了，这个吃吃，给他搞一股，老婆呀，爸爸，是起底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吃甜甜圈的，有。这可能时间不够用。好好，另外半个不要给我。前面那个乌龙茶很香哎。我们有乌龙茶可以配啊。哈哈哈哈，我不吃甜甜圈。妈咪呀，妈咪吃了甜甜圈，吃不完爸爸帮你。妈妈，你看甜很够了。啊，这么好吃！我吃我妹妹的就好了。我要这一块。那我要哪一块？我要妹妹吃过的那一块，吃起来会更香。妹妹要剩一些给我啊。那面团蛮香的。还有面团哦。吃过其他家？嗯，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对，每一家都吃过。都是。这边有很多家。三家。哦，这边有大概十家到五家。就是看他卖的好，就想要跟着卖。你看他那老板，我今天在今天这里。好吃吗，妹妹？圆舞曲。可以。它不是那个，它最好吃。等下4点 check in 睡午觉，睡完午觉再出来吃饭。你出来买便当就好了。怎么样？可以出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在里面睡着。我这么优秀，舍我其谁？跑步上来吧。哇，有乌龙茶。我上次带了他拍一下。哦，好热哦。二一 ，Action！ 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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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第二个，表示这一间真的可以哈。很可以。宇宙最挑食人竟然吃两个。十块。十块呀，这小孩子拿好的在跑。我只我个看到在。那你们就来了。就你们是整壶的。咖啡。他点热的那个什么乌龙，冷乌龙，乌龙奶茶会不会是这个乌龙奶茶？还是这是红茶奶茶？红茶奶茶，这是先哎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像乌龙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上面写红茶。哦，没关系，来一点奶红茶，对啊，真的，你要一点？我不要一点，好，我不喝咖啡。对。我跟咖啡感情不好。对。下午奇怪。猫咪，你要买正反家？对。是啊。猫咪。猫咪长得是那个。哎，很毛哎。这是类似那个落地生根一样。毛它不行。落地生根是这个吧？这个比较像。就会长出来啦。这比较像落地生根。所以脱发一片叶子就可以了。变啦变，你要讲变啦，嘿，我都我冇办法嘞吼。我只有那个装嫩的啦。你腿太长，碰不到正经。冇办法嘞。我的裤呀，我已经到紧绷了。哦，你看你看你看。后面还有正康副驾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要你动。你看，我们太高了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心管冇办法。卡胸跟胸管，对哇，卡胸跟。你像你夹在你的卡胸，分算一挂卡长。那像你老伯卡长去。我这是拢像老伯，唔敢夹卡。夹卡啊，顺顺口话卡长好啊，无嘛。对哇。所以，我这是夹卡可以嫌家了，恁这恁这夹卡。你胸管好，唔对，我那卡顺顺口啊。阿爸卡又是正当的胶卡，你讲。别人阿爸卡比较细气，我感觉。那又是胶卡，唔较水。好。你卡骨弯过来，你阿爸卡。好，再来，你的意思讲，哎。阿爸卡有骨啊，你讲。我来，你的意思讲，你的从你的卡安尼较散较水，哈。阿爸还有修散阿爸家嘞。我夹头就穿个几拿是千块，你就过来讲，哎。你一条卡骨足几条，老公。我的你穿也可以到那里啊。你感觉夹好在对呀。因为较少使用，但是这卡也无关，我卡骨了，我无关，我卡骨了。用别的不会卡了，我卡钱也无关，我好无奈。给我跑皮蛋，我怎么买皮蛋？为什么要装呢？你看他们吃那差不多只能买铁蛋啊，然后去对方买菜，只能排三斤钱还无蛋啊，十斤无蛋